哇，小水，小水被放出来了，小水灌好了，谁放它出来的？肯定是九九放出来的。快点！等一下呢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做这个野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草地野餐。然后这个远处呢就是稻田，然后现在阳光正灿烂，然后下面已经布置了一些活动的一些用具，还有鲜花，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来参加这个野餐活动咯。我来看吗？我来看看比较重要。嗯，都来了。现在呢，野餐的一些准备已经开始啦。可以看到这个餐具都在这儿，然后大家呢在准备这个草地野餐的一个布局，然后庄园主人在那边做指挥。花已经插好在两盆了，等一下也会放在这边做一个布置，所以会是一个下午美美的草地野餐哦。是为等一下活动做的这个准备。No, it's not 13 pack. 13 piece. Small piece. You want 13 pack? One pack, how many? One pack is around 10, I think. Is it around 10? One pack, please. 这个后厨在准备。小鹏，别怕谁。现在我身后他们那个野餐的准备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看我们的餐，好啦，很丰盛呀。这边已经在炉火烧着。现在我们开始草地野餐啦，然后看着那边美美的夕阳，然后有小哥哥帮我们烧烤，然后我们要开始野餐喽，我们一起烧烤来吃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喽。